波动脸布王北部、中部、云家、花莲连线播出。汪杰明、简于燕、半 欢迎登岸新闻邦先生，我是于燕。哎呦，今天咱邀请的是民进党台中区第四选区西屯区跟南屯区的立委候选人，也是现任立委张廖万坚委员长。早，委员早,早院，听众朋友大家早。哦 委员曾经连任五届的台中市议员、喔，对，真的不简单，<對>算是非常资深，而且长期关心在亲子教育、地方建设议题哦、喔。他更是这一届的国会优秀立委。是是今天邀请到张廖委员哦、喔 <是是 S 1> 欸，先问一下，你真的很很辛苦诶、欸、获得公都门评鉴第一名非常难得哦、喔。对比其他民意代表委员，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哦、呃，这個。 呃，最你觉得努力最多的是什么呢？哦，我想就是在教育相关的法案了、啊。其实我在地方谈教育的时候，就很多 <laughs> 记者跟我说：“哎、欸，以往你公益的教育，去讲了上深哈，还上硬，我唔大抓拍下新闻的啦。”对，无法见报。对啊，但行因为我的家庭哦，嗯、包括我的爸爸，我爸爸以前是小学老师哈。嗯、然后我其实后来会投入教育里，还有一个转折，是我第一次选的时候，其实有三位老师帮我忙。 是女老师啊、哦哦，那真的很不简单。老师愿意站出来<對>代表这些学生，他们是挂拨哦，记家比你讲哦。阿姨为了他们教室的权益，她觉得说，因为我的家庭背景关系，我会挺他们的。<對>所以他们其实一直在帮我。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巴厘岛发生一件坠机案件？嗯嗯嗯，嗯嗯嗯就是回到台湾的时候，从、嗯、巴厘岛回到台湾的时候，华航坠机，哦、其中有两个在。 飞机上、哦、因为他们一说给他走算，所以不要都一放寒假就去玩。嗯、他一直帮我助选，然后那一年<是>第一年啊，助选完之后，哎、欸，投完票，过两三天就过年了。嗯，所以他们过年后二月中旬才去玩，要开学前才去玩，还找我去。哦、<laughs> 结果后来他们回来，哇，就追啊。就那时候我很难过，难过。后来想说、嗯、啊，他们都是老师，所以后来我进入议会之后，就一直拿教育这个议题。 嗯、当专业的，我的一个自我要求、嗯。原来有这一段故事，天就这么干，就是继承两个老师的遗愿、嗯、對,对对，所以哦。 很难得，我这个看到了，呃，张廖委员的他的刊物，一般的立法委员你要长期发展刊物是非常不简单。这个刊物已经第七期，就一个会期、哦、一,起一會期，一个会期就一期了。四大，这里面就等于是呃，张廖万坚委员去向所有的<對>呃民众跟支持来报告公，请向我这台有电子版的，有子版的。<對><對>我绣品我我有文字哦，都是你的、啊、正机的。每一个每一个案件，你看一件一件，每一个学校三十几个学校，六十几。 安一件一件争啊，这是教育新闻不容易见报。对，做是做功德的，对,對、哦、所以这是呃，这是两个老师的遗愿，等于委员嘛，啊、嗯，一肩扛起来。哎、嗯欸，那所以委员的五届台中市议员，而且你也是当台中市的棒球委员会主委，嗯、主委對在立法院特别高关注这几个议题。嗯，哦，那这几个议题有什么值得再跟大家介绍的？对，其实哦，教育的相关议题真的很广哦，教育<是>譬如有有教育方面的，也有一些文化方面，有体育。 方面的哦，其实我刚好就很广泛的涉猎到了，就是说几乎大家会想到我就会来找我。譬如说、嗯、啊，我在啊、呃、当议员的第二年哦，就有一群家长说想要组棒球队，哦、<是>所以我就是,是后来就是西苑高中。 今年满二十年哦，是那我一直当他们的荣誉后援会长，就是帮他们找场地、找学校、找教练，然后找经费。这个好难哦，好，我就知道很多棒球队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吃到鸡腿肉，因为经费不够，最后吃的都是鸡胸。你知道我们晚上后来还找，还有一度找了一个牛肉供应商，每个晚上都逼孩子吃牛肉。哦，很棒啊，那个是很长肌肉，对，长蛋白质。我知道穷的只能吃鸡胸肉，那那委员帮他们找到了牛肉一个供应商。那其实这个过程。 很多点点滴滴啊！我其实在十年的时候，十年前我拍摄了过这个《戏院棒球传奇》，就是说他们从啊、呃、一个平民解散，然后学校不要的球队啊、嗯哦，然后一直到一路过关斩将。其实他们我们成绩非常好哦，第三年就拿到全国国中联赛的冠军，然后直升高中，嗯、因为他们是完全中学，<是>有高中部，嗯、然后高一、高二、高三，高三那年又拿到全国高中联赛的冠军。嗯、然后在两千零五年的时候，我们一九九九年。 九二一那一年成立的嘛，嗯，然后呢，两千零五年的时候就拿到那个青少棒的世界冠军，两千一十年青棒世界冠军，哦、所以那个是、哦、那个是荣耀，是觉得我一直在幕后都觉得。 那时候才开始有人知道说，哦，原来那跟你有关系。是是，你不讲的话，我们都还以为是台东的啦。台中，台中，对，我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是看红叶的啊。但是一个成功的棒球队，你说拿到全球冠军，全国世界，呃两千零五年就是在组成的第六年就拿到啊世界冠军，一定是先拿到全国冠军，然后代表国家去比赛。 拿到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再拿到到美国去拿到世界。冠他这个背后，如果不是有人一直努力去找到，比方食物商的供应，还要还在那吃鸡胸肉，对，球场、球场、对最困难的设备，这些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代表是张廖委员的个性，坚持下面对。对啊，听你在讲这些棒球队，听起来好像在讲你赶紧那赶快。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搞教育的题很多哦，<是>你关关注，所以很多家长会觉得他们会特别注意哦。其实你说很难见报，可是就会有风评，就听说<对>听新闻记者讲的，他们呢<嘿>听新闻记者讲说，你可以去找某某议员。 然后就我就家长又来找你，家长的不案又增加。对，对然后就一一这样子，真的是一路走来、哦、其实我是觉得，后来很广泛的涉猎，后来会遇到很多好朋友，比如说跟这个议题相关的。<对>像我当立委前就遇到一个陆爸爸，很会说演故事，嗯、所以后来我们就一起去这几年就在推亲子共读哦，然后。 推很多那种呃亲子阅读，然后刚好教育部就在推那个社区共读站，嗯、是就是把学校的图书馆改装成社区可以开放给亲子一起去阅读<是>、那個、空间。我觉得这个这个也是我们从政策上去影响，嗯、就从我们的地方经验里面，然后去影响。 啊、国家的政策，那国家透过前瞻基础建设，然后就开始来广哦广泛的在全国推动。对，对前瞻也这些也是张耀委人努力积极争取打造的政绩。你可以请教你小孩多大？嗯、一个大一，一个大四、哦，已经没办法陪他们共读了。<对>但是这些爸爸所推动的这些的事情啊，<对>真的是。 呃，帮下一代打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好、嗯哦，那呃，张代伟也比较特别的是，在八零年代的大学校园，<laughs> 当时就参加校园民主运动。对哦，也是情治单位跟监的现象。嗯、所以最近促转条例通过之后，你的档案也解密了。密了对，哎、欸，你有看到你自己的档案对我非常好奇，因为我们在那个年代三十年前哦，<是>你想想看，我们那时候也是校园民主在抗争。我说我后来我到进入议会体制内，<對>我们就回归专业、嗯、哦。那在那个年代三十年前，那个时候有点。 白色恐怖跟威权时代的那个过程哦、喔，譬如说我们去组读书会，嗯，我们那时候大部分年轻人很理想就是，就说哎，想要关心台湾的弱势的。当时三十年前<對>大概解严前后哦、喔，对，很多像农民运动啦、原住民运动啦，<對>甚至外省人返乡人权的那个促进会，哦、那是何文德会长哦，是、喔，那时候还有很多环保运动，或、喔、是反核的运动。嗯嗯 哇，那时候好多好多社会运动哦，所以我们会有在学校里面会有一些读书会哦，叫我们去关心这些社会议题。那、啊、当时的学校大学是绝对是不让你去跟社会连接的，嗯，所以我们去念读书会，去参加读书会，让学长在带的时候，他们都很神秘。然后那些学长都是被留校查看、嗯、啊。你是什么学校？辅仁、啊、大学，<laughs> 天主教学校、哦 <laughs> 是，是是。然后我们那时候觉得说，哎、欸，后来参加一个草原文学社。 然后我我自我自己后来又组了一个创造社，就所谓的地下社团、哦。哎呀，你还创社社长哎，真的，难怪被跟建。其实 <laughs>、okay, 那时候我看了那个上个礼拜我去看那个答案之后，感触很多。讲一下，讲一下，好精彩、啊。其实你你会看，哎，那当年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念的什么书，他们都知道、欸，哎。然后在那里开会，他们也知道。嗯。然后我们跟啊什么系的几年级的学生，嗯、去哪一个地方，哎、去参加社会运动，去声援一些弱势团体，他们都知道。 几点几分都知道。嗯欸、那后来我在档案里面看到一个职业学生，是哦，他当然是代名，姓张。嗯，他说是我的学弟。嗯，然后每一次他都会提供调查局的这个情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会，看了什么书，是然后里面的团体谁是 leader、嗯。 谁是偏激分子？我是偏激分子的首脑、哦。真的吗？你这么温和。<laughs> 然后，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非常温和，對對對非常对。在当年那时候就这样。然后呢，你会发现，哎呦，那真的哦，难怪难怪我们有个别的成员也曾经被调查站或者学校的人呃找去问说，哎、欸，你们前几天在哪边开会有谁谁谁？那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哦，你们到底准备还要找谁？那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就回来就会发牢骚说，奇怪，我们前上个礼拜开会为什么？ 全部都曝光了，嗯、那开始就怀疑我们的周边有所谓的职业学生，是，所以在那个年代很好玩。然后那后来我发现，我看了答案之后证实是真的。哎、欸，有想出来可能是谁我后来我我来来之前想我想到有一个学弟，我大概知道是谁。他现在会不会正在做高官啊？呃，应该不是，哦、我没有看到，应该是他张他的代号姓张两个字，张<對>健可是应该是姓柯。后来想起来姓柯，哦、呃，因为他小我一届嘛，因为他的档案就说他小我一届，然后。 被欣赏，哎，调查局还特别教他说我们读书会那些书的内容、欸，哦，oh. 然后请他来跟我们讨论，然后他会被学长赏识，然后准备要叫他接社长，社长哇，差、oh. 点、oh. oh. 就混进来。<对>后来他说他也被怀疑，他的被、oh. 他说后来他曾经被怀疑，然后所以他就说他要减少参加社团的活动，过一阵再参加，oh. 然后每个月领五千块。 哦哇，那个时候五千块很大很大很大，我那时候一个月生活费连房租就五千块。对啊，啊，但是真的是太过分了，这种学生连福大你也去监控。当时这些资料大概他们当当多少页？我的部分三十多页，那时候对对，其实我重要人士。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哦，那那那个当时呃，我们那时候校长叫罗光，嗯，那那训导长叫洪山川，现在总主教天主教。那有一次找我吃饭，那他们都很好意跟我讲说。 啊、呃，我们是天主教学校，事实上我们是支持啊、呃、学生的这个有理想的活动，是但是你也知道那个年代，<對>他劝我们要小心，啊、有很多情职人员就是、说，天主教的学校也都知道哦，<是>那他们也都很关心我们的安危，然后、嗯、叫我们自己要小心。<是>我还记得那时候，啊、呃，罗总主教还请我们吃自助餐，然后跟红、啊、红神父说，欸 你们要小心哦，要小心哦，是就是不要发生什么状况，他们也很担心我们这样。但但我们还是要谢谢那个时候的药啊！如果不是他们这样百般这样搞 <laughs> 哦，搞不好张廖万尖尖不会是这么优秀，然后长期就继续从政下来。其实我个性不是那种很激进的，進只是当时那个是一个理想，就觉得说，哎、欸。 我们国家怎么可能？那是作为一个党派。其实我的家族在地方是,、啊、是一个算是比较偏向国民党的一个政治家族哦，是。那我们如果走那一条路，其实可以很顺利。像我台中一中毕业，我的叔叔曾经当过省党部的委员，国民党省党部的委员也选过国民党啊初选。其实我回去如果好好的走那一条路。 哎，党、欸、国搞不好很對對對對很早就当了系主任，對對對對接着很早就接行政院所以后来是没 <laughs> 没有,沒有那时候就想说，哎、欸，不对啊，至少要两个党才会，嗯、因为我们后来读书会就看 <對 S 1> 会念了一些书嘛，<對 S 1> 哦，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嗯 可是我们只是接，只是想这样子而已，然后去做，马上就会遇到国家机器，那是真的<對>国家机器会监控你这样。哦、是太精彩了，三十、嗯、多页的档案，竟然当时大学的时候就被监控的张廖万坚委员，但是他的人生之后从政了之后也是非常艰辛，但是每一次都是用他的热情，嗯、还有他对基层的关怀，成功的在一次又一次的顺利连任。那这次张廖万坚在呃台中市第四选区西屯跟南屯。 区当然也招逢了很多对手。嗯、那我们等一下再进个广告。等一下请教张廖委员。那接下来他下一届要推的证件是什么？还有什么竞选还有败票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来，你晚 Hill 坤杰竞选功课谁跟得来？波多脸部网北部、中部、云家花莲连线播出。 汪杰明、<電>简于燕、新闻半瓶三。 欢迎邓家新闻旁听生，我是于燕。来很主席，好蒙来搞这边很重人的是台中市第四选区的西屯、南屯的立委候选人张廖万间委员，他在这一届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尤其是在交通、地方建设跟教育文教上面成果丰硕。谢谢那请教委员，下一届最重要的目标是在哪里呢？其实我想，这次选举大家看到香港反送中哦，我很少去。 因为我就讲说，我过去也是从事校园民主运动，我对政治也非常关心。是可是我觉得民主化以后，我们应该回归专业哦，用你的专业去让社会进步哦。所以当时我提了，我进入教育文会之后，提了很多政策法案的的这个啊、呃、修改，包括国体法、偏向教育法哦，嗯、还有实验教育三法的修改，还有很多很多教师法等等哦。那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未来国会第一个一定是要。 维护台湾的那个主权哦，主体性哦，捍卫我们自由民主人、哦、這,太这太重要了哦。因为你没有这个，我们的下一代难道要像香港那么优秀的学生，要用身体去挡子弹，不知道挡到子弹是塑胶子弹是真的子弹？是还要戴面罩，还要戴口罩去闻那个瓦斯味？我觉得天下的爸爸妈妈大概不会希望啊，台湾啊在国会改选的时候。 产生了过多轻重的候选人，然后国会里面开始很多法案是不利于下一代的<是>所以这个一定要啊，我、嗯、们要确立自己的这个立场哦。那当然，其他就是说我们地方，我因为我十八年在基层，非常了解地方的需要哦。嗯、那也知道说要怎么样子去突破问题，然后把问题解决。 把预算带回来哦，譬如说我们国道一号接气隧道前几天动工，对，这个是从九十八年呃，大概二零零九年马英九上台后不久就一直讲啊，已经讲十年了，对，讲了十年了，终于动工了哦。嗯、那前六年是原地踏步，他们中央执政，地方也执政，光可行性评估<对>评估了六七年，<laughs> 然后我上去之后才受不了，我说奇怪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哦？对，结果一百天就让他核定哦，不干单呢？核定之后我们要继续。 去监督他哦，去发了跟吹哦。终于在三年又一个月，我们在啊上个礼拜六能够能够动工。哎，那个机会不少哎，<对>那个在中心交流道<对>跟在那个快速道路跟高速公路上面连接，<对>变成一个系统交流道。哦、对，那光工程就三四亿五千哦，是啊，征收土地也有十五亿哦，对，所以动工了之后。 听说我的对手还讲说那是假动工，哦，看不得人家好啊！有办法的话，国民党这些年来，十年来为什么一直没有动？对啊，其实那就是两个工序嘛，一个公有地，公有地不用征收先动工嘛，你这才不会拖嘛。那私有地明年征收啊，就接着动工，这个而且经费已经编了，行政院长拍板了啊，这个时候有什么好说的？营造厂就是喊冤，就说我们那个都算工期的，怎么会假动工？对对，所以这就是呃，真的很不简单的政绩哦。要呃，当然你做一。 任抵过国民党的十年了哈，对，当然还有很多了。我们地方其实很关心像中火的问题哦。是可是我觉得像中火的问题，这两天卢先生就拿来作文。对，我就觉得不应该只留于口号跟选举前的推卸责任的一种做法。什么都是中火，<對>其实中火当然是污染是是是有，但是那也不是民进党执政时候盖的、啊，是那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工业问题嘛。是，那你现在要去解决，像民进党开始执政之后，也要面对问题解决啊，不是一直每次就是。嗯 中火花钱一直罚钱，罚钱空气会改善吗？嗯、市长换人，空气真的有改善吗？嗯，那他们现在又说总统换人，空气又改善，嗯、所以所以这个都是流于口号了。嗯、我是觉得之前林市长在他任内就定定一个自治条例，嗯、他们现在是依那个自治条例在减煤、嗯、哦，可是不要操弄了。哎<對>，<laughs> 不是只有中火的问题，还有很多啊、呃、要要要去改善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主张应该赶快加速淘汰我们台中华火力发电厂那些老旧机组，是,就是国民党时期。 就盖的那些已经啊二十几年、三十年的那些老旧机组啊，来改善中部的品质了啊。对，这也是立法委员可以做的事情。对，我一定会努力来促成这个事情啊。是。那譬如说，大家很重视这十二年国教啊，我们已经在实施了。嗯、那那很多家长都很重视考招公平的问题啊，嗯、还是不是真的能够适性阳才？这个我也会持续来办各种说明会、座谈会啊，来啊汲取经。 经验跟意见哈，来提供给教育部，反映给教育部了哦，太辛苦了，你要做的事情好多、哦，很多、啊、大工程。还有高教也是，你像少子化。对。现在我就说，民国九十九年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二零一零年。对。那一年才生出十六万九千人。哦哦。哦然后我们现在大学科那个继职教育跟高一般高教，一年可以收三十二万人。哦，哪里找这么多小孩？<laughs> 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些大学，对这些高教的问题，对，还有高教的整个的。 呃，善后退出这些要怎么做，都是要教育委员会来加强。对，其实有很多事情都要做的啊。我是觉得我刚第一任哦、喔，我是花了很多精神。我做了十八年的议员，但是我花了很多精神在立法院上。对，就是说希望我们的专业不要输人。對,<以>对，尤其在法案上面，你提了这么多法案跟修法，<對>难怪呃，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對>在几个会期你都是拿到教育文委員会。对，这个真的是太不简单了。 所以，我都跟我的你每天都真的是上，铁为早上五点半起床，六<對>点出门，赶六点半，然后七点半到立法院登记，八点登记，<對>然后回去再看一下咨询资料，九点开会，对，然后我大概都。 因为我的前在前面嘛，哦，大概十点半咨询完就回去，继续从那个荧幕上监看那个委员会的开会情况，<對>然后继续处理要盯了、啊，这个真的要盯。要处理的事情，所以晚上还要回去做选民服务。有时候中午就抱着便当就回去了哦，了辛苦了，對對對辛苦了。对，那这个年这样子。对，所以呃，认真的立法委员有时候不是比谁。 邓德的啊，卡派啊，对，對對而是比说他是是不是能够被评鉴为优秀立位。你们要持续的，<對>持续坚持你的立场，然后持续监督，持续去把问题解决，<對>目走到目的那才重要。对，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立法委员。哦，那当然最近败票形成很多，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分享啊？对，其实我这样二十一年了，我发现我我后来我的一个口号，我的口号已经在落实了，叫“孩子就是未来”。 啊，是，所以，我我我我那一阵子在拜票的时候，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的太太跟我说，在总部他说，哎，有一个小粉丝来找你。我说多大？他说三岁多啊。我说三岁多怎么会认得我？那因为我办很多孩子活动啊，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参加过我的活动，然后要来找我。是，结果后来我就，你太太不会担心吗？对，我就回去看，哎，就一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一个三岁多的孩子。那三岁多我印象深刻，我进门口，他眼睛亮看着我。 啊，就认出来了，对，就认出我。后来问了爸爸妈妈说：“你们参加过我哪一场活动？”说没有哎，他就看到你的、你的那个海、那个那个帆布广告，就一直讲“万千叔叔，万千叔叔要去找万千叔叔”这样。哦，好可爱好可爱。后来发现啊，他没有看过我，所以我就说哈，其实你如果办很多活动，对，然后你拍那个照片出来，你那个笑容是真心的。 对，<連>就是孩子王嘛，连孩子都会认得出来说那个笑容是真的。<laughs> 对对，那最近还有规划什么竞选活动，可以呼吁大家一起来参加的。其实我呃过来的活动都是专业的后援会啊、呃，譬如说我们过去长期关心幼儿育儿这一块，所以保姆协会他们要帮我成立后援会，<是>然后我们那个幼儿教育发展协会要帮我成立后援会，然后还有十二月八号啊、呃嗯、我们。 有一些呃，那个总统要到万和宫去参香。哎，几月几号？哎，十二月八号礼拜天，礼拜天的下午，我们是四点在那边有一个呃加油会。对，是这里摆呃，那里摆。二月八号四点，对对对对。在万和宫。对啊，十五号在下午一样四点，在黎明新村。哦，这里摆奏黎明新村。有一个五年级的音乐会。 哦，是是哦，这个五年级音乐会对，都是民歌啦，哦，每次民歌一定都爆场。对对对，对，所我我大概我的这个竞选活动，大概我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西屯跟南屯的年轻人，所以我的亲子，不然就是比较像音乐文化这样的活动，哎。 对，这也是委员长期关心的领域啊、哦。哦，让会做事、雄起在张廖万间立委可以继续连任。<是>那很多的议、很多的议题啊，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一届做得完的。那尤其是像修法这边，啊，在以我来看，教育。 是非常冷门的教育文化是非常冷门，是很闷的议题。坦白讲，对。可是只要想到呃两位恩师，他们当年对对，就是对张大外间的期许那、呃、我我其实这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听了非常感动、嗯、那让实实在,在在的立委可以继续连任下去，真的真的要谢,謝拜托我们西屯跟南屯的朋友一起来努力啊，也帮张大委员拉票。今天谢,謝委呢，谢谢謝謝,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到丁怕变啊，大家<謝>加油，但<謝>没赛清楚熊杠杠。 哦，好<对>，那今晚把摇滚节今年姐功课是给的，谢谢，谢谢伟言。